军出击。化世界的烈火。我打红，快点的。他是知道我在这儿的呀，这是。假装直走，其实走位。这挺烦人的，这。我可以有跳弹啊！啊，我可以有跳弹。我直接，哎，我还打不着你一下，啊！回家了，兄弟，你这波啊，你这波吃了多少，吃了多少经验，兄弟，我让他们亏了多少经验，你自己想想啊，我这边血赚。简直是血赚 ，ADC 直接升了。干嘛呢你？嗯，我摸你一下，我再 W 就你一下，我还不回家，我还 W 就你一下。哎，这小黄毛抠哪去了？卡了。炮车没补着，哎，打不了一声。W 点燃 Q， 兄弟，看你的了。没事，一换一，这波不亏。血赚呢，这波我们辅助换 ADC 啊，谢谢大鸡巴老外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你回了，你回了，我上哪去？谢谢抽奖不白嫖。还有40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最后的抽奖了。这周也是福星挑战任务，五星啊，会赠送一个 VIP。他升了。我平 A， 你有病吧？我就 A 一下就死在玩了，非得交个闪现，至于吗？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谢谢，我是四，谢谢抽奖不白嫖。干嘛呀？这俩人呢？我相位猛冲，你俩不识线儿是吧？嗯，你给我点啥呀？他俩追我来了，我往哪走？我让人追的到处跑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你在补刀。这不来了吗？能不能好好念我的名字？你是谁呀？你再送一个，我没看见。我依你一下 ，Q 你一下，哎呀 ，Q 小兵了，我再 W 你一下。谢谢抽奖不白不续国王，你没送啊，我咋？
挖坑中你打不了一手。你也没送啊，我咋念呢老板，再送一个我给你念一遍。怎么没送？送了吗？刚才送的没用啊，刚才送的不念过了吗？再送可以再送个飞机火箭啥的。送了吗？抽奖时候送三个半卡，国王才送三个半卡。我主要是不想念，你知道吧？我知道你想低调的抽奖，你国王才送三个半卡，啥意思啊？不就是想低调的形式吗？想低低调调的在俺们直播间就抽两个奖。我主要就是因为这个，我没给你念啊。我先来个法川海。你是念错了？对呀，我念错了，我不想让你们知道他叫啥呀。哎呦我，海隐马上来啊！阿法牛，你生了是吧？这里头没人，宝石没了。这宝石上哪去了？宝石啊！你一个五级的小黄毛，你拿什么跟俺们家六级的卡莎打？拿螳螂吗？那没办法了啊！真装杯，我发现我都不知道你装什么玩意儿了。你是不怕我有闪现是吧？装不装杯了还？我抠你一下！啊？不就是个螳螂吗？哎呦我操！我弹！没死，哎，差一点点虚区。我恶魔炸裂了。来个神域透镜 ，ADC 退出游戏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抠中了就好了，哎，抠没中那没办法。咱先来个两本小黄书。我应该弹我的，我弹我自己好了，我直接 RQ 好了，我给忘了这火蓝能弹自己了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英雄改的给忘了。没有跳弹的怎么？我们从这边过来一下啊，扫一下左边，看一下螳螂在不在，我们在这等。啊，看谁敢过来。尤其是这个小黄毛啊，后边宝石一 QW 套点盐，哎，没有点盐无所谓，打他个大也可以啊。正好用得上。那你能 扣 着吗？W 到了啊，我们耗耗血，有我在没意外，小伙子一 Q W， 我弹
哎呀呀呀，好疼好疼，我打不了。我抠一下，我再打不了。我再抠一下，我好血，我再打不了。好，他不知道我在里边啊，一瞅这里就是没有眼儿。螳螂来就把螳螂杀了，我看谁敢来。这火蓝这种英雄下路还怕有人来，给我拆。我还就不信了，那螳螂敢过来啊。你在干什么？龙拿了这个宝石，俺们打他一套啊！哎呦我操！走呗。你咋的呀小宝贝儿，我抠你，不就是个螳螂吗，多大点事儿呢，死呗那就。那螳螂来了确实也就没有办法了，别死吧。你咋的呀，我死还管，我死你还管，我二三三你三二幺，你那个助攻还没我多呢，你管我，你先管你自己去吧。你他说他老一个人在这怎么样，你放屁，刚才我没有在你旁边吗，刚才那跟鬼给你杀的小黄毛啊，他俩掉的血啊。哎呦我这啥意思啊，这我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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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，我抠你，来个人啊，那没有队友呢怎么来，随便来一个人是不是都弹死了，抠一下。ADC 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啊！不用听他说话。你爸爸来了。你爸爸来了，不行了，这不能拆了，这拆我要死。回家，1665。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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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发现这宝石稍微有点克我呀，给我挡一下子。那宝石我放大，他放大，我没伤害呀。小黄毛咋的呀？
一六六五差二百呀，咋办呀？我鳄鱼可以啊，双杀鳄鱼，没事，宝石来无所谓。一下，你爸爸来了，快走！卡萨丁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可是我真的差点钱怎么办？我又有这个辅助清兵规则，谁定的规则？这么恶心！我拆个针眼应该够了。宝石来送死宝石！哎呦，谁的点燃？救救救救救！哎呀哈，操了！火人被火蓝被点燃给点死了，真说出去都笑。你要么快点上，要么慢点上。你如果再上的再慢一点，马上你就死啊！要么早点上，要么晚点上，要么不上，只有这两种选择。看看这卡萨丁搁哪啊？我送了兄弟们，一换一这波不亏。哎，这波确实不应该往上上的啊，这个我们的问题，我有点过于狂妄了，但是确实是有点僵硬。我因我二速还卡萨丁没还，我怎么追我还不把他追死了？忽然给我整个狗头人，我这是怎么整？这 ADC 真是弟弟呀、啊！我给他下路自己吃这么长时间，他九级，我们十级。你看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不死一次。我不能死，我是我们家顶梁柱。我们家很需要我这个火蓝的虚区。大头，往我这儿走，大头。啊，大头这么猛，大头。你咋这么装呢？我弹，我给你个平 A。科学的甜美气息。OK， 回家。怎么的呀？哎呦我荡妇二连，他要杀我兄弟，我先 W 一手，我 Q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，再平 A 炸一下，漂亮大头。走了回家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有个针眼儿？有净化吗？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大头怎么没死，我也以为大头是必死的状态。我先把这个眼儿给他们摁一下，然后我们回家。下一件装备咱来一个
美甲的窃魂卷。1600。让我抠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这宝石可以上，宝石自己就一个人，还狂妄，我弹弹弹弹弹弹，让我烫死了。12层了啊，走回家，不打了，回家回家。这把沙漏我估计应该不用，我们直接出一个那个折磨啊，折磨完出冰杖，冰杖出完不对，不出冰杖，折磨完出法穿，法穿出完换帽子。其实也不用折磨，这个宝石可以杀，嗯，这宝石怎么的呢？ EWAQ， 哎，我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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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闪现 Q 住 W 查眼 E， 我们死了，你给我打死他。队友呢？这火蓝不是火蓝呢，这宝石走位有点好，这宝石队友怎么没了呢？漂亮 ，nice。哇，鳄鱼。这什么鳄鱼？哦，死了！我寻思鳄鱼能无敌呢，也不无敌呀。给你打个蓝，美甲窃魂卷层没了，我们先往中路插个眼啊，然后左边咱也插一个，扫一下，这里没有眼，这算了吧，这老是旁边没有人，我老上，算了，我不上了，你们自己爱谁上谁上吧，等开也来吧，我不上了。那没有一个人上，每回都是老是我往前冲，一等我一冲死了，我一冲死了，我不得，我不上了，我就在后边躲着，我也不耗血了，我在这猫着，乐谁上谁上，谁上谁傻的，你让那小黄毛给他 poke 吧，我不去了。我玩辅助，我不上谁上？我玩辅助，我也不上。辅助咋的了？辅助他们都不上杆，我上啊！我一上死了，你就说我坑，我不上，我生气了。这对面的人咋都没了？给我打大龙！那也没有人插个眼儿搁这儿。鳄鱼死了，
大龙没了，那鱼死了。我不炸，我不炸，乐谁上谁上，我不炸。你给我中，这边小黄毛就别去了，俺们把这狗头人给他杀了啊！哎呀，狗头人，一个 AP 狗头人，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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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成美甲窃魂卷。没了，我们再带一波。居然真杀了，咋的？我七六八还杀不了，不是我这种装备还杀不了一个狗头人吗？我虚区有多高？除去我告诉你，绝对是我虚区是最高的。又清兵规则了，这玩意儿还不能卖，算了，拉倒吧。俺们家三条龙，这第四条龙必须拿下。一弹 WQ， 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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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，平 A， 拿下。这狗头人居然不理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自己也能弹，能弹啊！那火蓝弹自己有毛病吗？就像蛇女不能穿鞋，有毛病吗？我想来个 Q 闪现接 E 的，失败了。可能离得太近了，有点。再稍微再远一点，应该晕着了。